12月2日 ,Ivy Max 飞达教育携手 UGrow 教育和 Union of Hope 基金会在大公园社区中心联合举办了盛大的圣诞联欢会。此次活动到场参加的重量级嘉宾有城县县长 Don Wagner 先生、城县外联办负责人 Saga 女士、加州大学尔湾分校文学院副院长陈教授。本次活动由飞达优秀学生子成崔和 Maggie Wu 主持。活动在魏校长、雍晨教授和来自 Union of Hope 基金会的 Eve 女士的致辞中拉开序幕。飞达教育创始人 CEO 魏老师特为城县郡长 Don Wagner 颁发 Exemplary Republic Servant 模范楷模奖杯，以表彰 Wagner 先生为城县和社区带来的卓越贡献。活动当天恰逢 Don Wagner 先生的生日，飞达教育也特别收集了所有活动现场的师生们的祝福信息送给 Wagner 先生作为特别的生日礼物。伴随着现场生日祝福歌大合唱，把活动的气氛推向了第一个高潮。Well, I'm Orange County Supervisor Don Wagner. I currently serve as the Chairman of the Board of Supervisors. I represent this district, City of Irvine, and surrounding areas, and it's a pleasure to be here.We're honoring some wonderful folks. It is the start of the holiday season, and so everybody is in a really good mood. It's a great, great time to be here, and I want to thank everybody being recognized today for the great work that they've been doing for so long. And so it's just an honor and a pleasure to be here. I bring greetings on behalf of all of my colleagues on the Board of Supervisors.活动当天，学生们为观众呈现了一场视觉和听觉上的盛宴，包括京剧曲目表演《穆桂英挂帅》、传统乐器古筝表演、萨克斯独奏、hip-hop 舞蹈、无人机科技秀、尔湾大公园行走艺术俱乐部模特秀等等。飞达和 UGrow 的学生们的精彩表演赢得了台下观众的阵阵掌声。这些出色的表演离不开学生们的精心排练，也离不开教师团队的辛勤付出和策划。本次活动还包括了激动人心的抽奖环节，奖品包括飞达教育文书集、富兰克林科研实习项目的优秀科研成果汇编、打击乐器和财商教育课程等等。飞达教育更是提供了活动当天的特等奖——东岸名校七日游。那这一次呢，在这个圣诞节来临之际，与尔湾飞达学院共同举办学生年度才艺汇演以及志愿者表彰大赏。那这一次的活动呢，主要就是给孩子们提供一个展示自我的平台。那同时呢，也是感谢我们所有的志愿者在过去一年里为社区所做出的贡献。优格教育与飞达学院都是口碑非常好的教育机构。那我们强强联手，为孩子们打造一个优质的教育平台，让孩子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可以站得更高，然后看得更远。那同时我们的活动也得到了社区以及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汇众金融也是对我们的活动进行了赞助。那希望在未来我们能够有更多的机构强强联手，为孩子们打造一个优质的教育平台。谢谢。今天很高兴飞达教育和优格教育所有的学生们能够有机会在节日期间给家长、给社区奉献这么精彩的表演。那我刚才看到这个社区墙上的标语口号是说生活在这里可以有不同。那我觉得通过飞达教育和优格教育老师的精心指导，我们的各个年级的学生，不管是小学生、初中生还是高中生，都能够把他们的生活过得更精彩。现在正是这个今年大学放榜的时候，那我也期望今天所有在场的学生将来能够如愿以偿进入他们心中理想的名校，也祝大家节日愉快。Hello， 大家好，今天非常高兴又来参加这个飞达举办的这么有意义这么愉快的活动。每次参加飞达的活动，我都非常高兴。我觉得这个我是非常。非常这个赞赏飞达，因为飞达做很多很多有益的事情哈。那么其中一个就是为社区的服务，那么它是我们这个社区呀、凝聚力的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力量。我们的族群，我们的社区哈，我们需要站到一起来，我们需要飞达这样的这个
这种这个组织来凝聚我们大家的力量。本次联欢会特邀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副院长用晨教授为非达优秀学生颁发总统一公奖，以表彰这些杰出学生和社团，以认可他们的优异表现和对社区的贡献。范何等学生获得总统一公奖金奖殊荣。这次的圣诞联欢会不仅让同学家长们度过了一个难忘的时光，同时也展现了非达教育与社区合作，促进学生发展和文化交流的不懈努力。这样的活动为学生提供了展示才艺和交流互动的平台，进一步促进了学生们的全面成长和社会责任感的培养。非达教育成立于2004年，在近20年的努力中，已经成为帮助成千上万华人学子实现进入理想学府的领先教育机构。通过提供专业的辅导和个性化的指导，非达教育为学生们铺就了通向理想学府的道路。非达教育一直以学生为中心，致力于为每位学生量身定制最有效的学习计划和战略。凭借丰富的经验、优秀的教师团队和卓越的教学资源，非达教育在华人教育领域树立了良好的口碑，成为学生和家长们值得信赖的首选教育机构。汉电卫视记者陈阳，洛杉矶报道。